你们全真妻子合力欺负我的徒儿，好威风啊！师父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没有几件事，正想找你讨个说法。和这个老贼有什么话好说？看招！ 谁受伤了？啊，不分上下，不分上下。住手！王重阳，你的这些徒弟真是窝囊废啊！ 全真妻子的天罡北斗阵果然了得，黄老邪也够本事，他们斗得越凶，就越是会两败俱伤。下回华山论剑，我便少两个劲敌了。蓉儿，怎么样了？让我看看。 最上乘的武功了，这番必得耗费真气。一会儿解决了全真妻子，再对付他就不是难事了。妖兄，我来帮你。 就帮他们。
你好狠毒！要兄，我帮你破了天罗北斗阵，师兄除去了桃花岛的叛徒，剩下六个，你自己来对付吧，后会有期。欧阳锋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黄老仙，我全智派与你何冤何仇？ 为什么几次三番和我们过不去？自己没本事，就别怪别人不讲理。师兄，天罡北斗阵一破，再打下去就会白白送了性命。黄老邪，从今以后，我全智派与你不共戴天，这个仇，我们一定要报答。